初四，家有方圆，钱又使晒，工又要分，点会好样呢？大家好，我是 Masa。 今天我会教大家一个新年必胜的桃花妆，我的重点就会是我们的底妆如何做得漂亮靓一点，还有我们的眼妆。而眼妆方面我就会选择了今年最流行的一些 Blood Moon 和 Amber 的颜色，就比较砖红一点的颜色，大家也都试一下，如果想学的话我们现在就去片了。